华语天后杨丞琳出道迈入第17年，近期推出第10张个人大碟，13号以全新造型现身概念展，惊艳全场。像今天这样子的活动，我就觉得非常的热，我很想要短头发，但是也算是在满足粉丝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。这个发色花了，我真的是不夸张，过去都会把那个时间形容得特别长，可是这一次反而发稿的时候说6个小时，我就还有点愤怒的就跟我公司说，什么6个小时，我做10几个小时然后以前那么爱夸饰，怎么这一次这么收敛这样。但是为了要呈现这样的发色，就是觉得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我。拥有独特嗓音以及清纯外貌的杨丞琳，让她在演戏、主持及歌唱之路都成绩亮眼。新专辑融合时间与文艺元素，歌迷也殷切期待。我觉得可以透过她让歌迷非常直接的了解这张专辑要传达的东西。这一次这个装置展呢，就把它做成一个缩小版的迷宫，大家可以透过一道一道的墙跟每一段路径去认识我的专辑。每一次出现都会带给大家惊喜的杨丞琳也说，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，让歌迷朋友一起见证她的蜕变与成长。 WOW 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